江南端的碧月头，今秋老不温暖家乡，等待的祖先祖爸的看，看咱怎样耍只鹰脚步，祖先一代搁一代的欢呼，唔通袂记，唔通袂记，祖先一代搁一代的欢呼，温困开阔，温困打拼。来第三站。海水浅浅的太平洋，为着这苦难的美丽岛，虽然日更变着土地，更着关山铁水加残恨，让你水也用土气难受，祖先开阔兄弟就是我的无锡村东吴的破山最古所以吼、哦，这个速度若是安尼，等下你会较好，会唱开就较好唱，吼、哦，啊，佫会较好听安尼，吼、哦。啊，即嘛来，吼、哦，这个歌词咱来作写个吼，啊，等一下吼、哦，有，可能有找两三个，啊，甲我来唱这个悬的所在吼，悬、哦、的所在，啊，来，咱来，这个。这个猫张乐吼，猫张乐，哦啊啊个看洪志张乐只吼，一张啊个迄个吼，这洪医师，咱来唱这个悬的所在，啊悬的所在，吼、哦，哇、哦、真、啊、好，即嘛李牧师吼，伊、哦、这个台语的歌词是李国忠牧师吼，伊家翻作台语的歌词，哦安尼，哦这首歌吼。哦啊，等下伊甲加入去咱的演奏啦吼。啊，即卖吼，咱来唱迄、那个啊，第一集祖先一代搁一代在还伫遐。啊，祖先吼，咱请男声。哆哆哆哆，哦，咱来唱迄个天籁的部分。哆贝，来，哆哆哆。所以后边遐遐就搁倒转去啊。Thank you.
办啊和平纪念日的中间，啊，阮公益行动教会是这个28公园，啊，阮用上帝你给阮的恩典，阮伫遮三甲敬拜，也伫遮纪念28啊，遮个医生啊，阮台湾遮个先辈啊，阮曾经当一辈上帝，啊，你通过今仔日的敬拜，啊，无啊，给阮伫遮啊来感谢，向感谢。啊，为着台湾努力，完整啊，台湾啊，遮个医生前辈，当予阮做后辈人啊，通过礼拜来纪念，予阮今仔日将来会当追求公益和平的道路继续跑走，予台湾啊真正充满一个啊真啊有啊一个公益和平阻碍啊。一个国度，但阮用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予你做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弥。啊，主内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8，所谓和平，28和平纪念日。讲到和平，咱伫28公园，我想咱所有台湾人应该有讲袂出的悲痛，要过咱真感谢听咱天父咱上帝，咱做伊的子儿，所以上帝安慰，要咱渐渐行出这款的悲痛，影响未来的愿望甲平安。特别今仔日是公益行动教会。21年前的28这个主日，来奉主的圣名，伫这个所在，下底迄个公园，既然比后面遐伫遐设立，所以咱真感谢，也上帝赏赐咱个真好个气候。金宝因为有特殊个情形，因官方办一个活动，所以咱不得不出伫这个所在。所以无要紧，咱伫对敬拜上帝拢同款，感谢主。多一点，伫礼拜前，我也要特别感谢，真欢喜有咱南岗教会，咱主内兄弟伫黄牧师带领下面，带因的青年来参加咱金门堡的敬拜，咱欢迎伊，也感谢。现在是请咱备办心，咱要来面来开始咱金门堡的敬拜。宣布，为着要予28事件、阿爸的血水、甲阿母的目屎，所管辖的台湾土地，会当开出民主、自由、和平、公义的花蕊。阮伫11年前奉主的名设立公益行动教会，伫遮见证天父上帝公义甲慈爱。今日兄弟姐妹重新献身，正做基督的精兵，要同心努力，予台湾亲像上帝国的地呢。咱即时要吟唱俄罗的诗歌，伫第16首，咱就备注唱歌。
只是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你是历史和生命的主宰，感谢你无限的疼。21年前，呼召你忠心的仆人，以及疼主的同工，以圣神的感动，同心协力，在这二八纪念宫内，奉主的圣名起做祭坛，设立公益行动教会。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无人认捌真理得到救。我确信，这是你听我所属的恩典。在过去的年日，在这个所在，每一时刻，拢有你的带领甲帮衬。无论是好天，或是透风落雨，拢有你满满的恩典。感谢主。明仔日是圣的主日，也是阮公益行动教会设教11周年的纪念礼拜。特别感谢董牧师为阮伫这个有特别意义的二八主日来带领阮这个敬拜，也为阮带来属灵丰盛的美妙，扭起阮属灵的生命得到保障。感谢董牧师。我按上帝祝福纪念伫当牧师为圣工的召拨，亲爱的主，你讲愿心我靠你的，你要保守因10分平安。伫新的一年，无论环境如何，我按基督伫我按的心上照常的荣耀。恳求主坚固我的信心。我基督的平安在我的心中做主，无叫我的目睭离开你，帮助我为主神看耶稣，为在患难中献出圣徒的耐心和信心。求你让我像台北一样，我靠你无往不利，处处得胜，也愿你彰显你的公义和怜悯，保守台湾和全球，保守着疫情影响的人，会得到身心灵的医治。而且，我也要持续为我的牧师以及我教会中年长的兄弟，也是身心软弱的来祈祷，求主保护照顾，赐下平安和健康的恩典在因中间。在祈祷无够的。奉主的圣名，我愿要同心用主祷文来祈祷。我愿在天年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在地呢亲像在天呢。我愿的日子今仔日予我，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也有赦免过犯我的人，无得带我入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官员眼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所以，咱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来做咱一个信仰告别，请咱开声来念。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民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子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更是给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予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点伫咱中间，修饰归咱。予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覆盖世界是普世的，和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主民，通过痛甲受苦，
来成做五万的记号，万幸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并坚信仁爱甲坚信的生活，为荣耀上帝。万幸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良好，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同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要文的科学，都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书，破坏人甲伊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挖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去予人对罪恶中得到逃亡，予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予世界正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接下来要看一段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彼得书六章八节，佮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佮马太福音十章二八节。咱们请李耀旭兄弟来带领咱读这站的圣经。彼得书六章第八节，人啊，伊捌指示你甚物是好，耶和华爱你甚物，就讲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十章二八节，遐个害死身躯、袂害死灵魂的，无伫惊因，独独迄个下边灵魂甲身躯伫地角的，较着惊。所以咱们来献诗，今日所吟的诗歌是《米勒岛》，请诗班来头前。这一首的啊，算嘛是台湾的歌谣《米勒岛》。啊，咱手头有歌词，啊，咱有十个歌词，啊，第六首吼，啊，在台湾的歌词，我唱起来就是用咱台湾的歌谣来背诵的。
做些信息。啊，咱今真感谢董牧师来带领咱这个敬拜。伊所要讲的信息是对二八事件讲起，将主持人听。